我找你找得好苦，香香。 光天化日之下，你想抢走良家妇女，我今天非教训你不可。叫他们滚！放屁！怎么，你也想跟我玩几下？住手！你们要干什么？行事处长，你来的正好，这个坏蛋就交给你了。 高义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王成，身为刑事，竟连自己的弟弟都管不好。部长，组长，请原谅我，我一定好好教训他。 少爷，我你还什么好说的？你爹，他妈的！你还敢？你不要欺人太甚！你做什么？你在动他，我就给你毙了！王成，你不要紧吧？没什么，谢谢。 上次欠我的账还没有结清，今天你怎么又来了？老爷，老爷，上一次是我太太生儿子，这次是我儿子生病啊，请老爷帮帮忙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哎，他妈的，没事一天光生病啊，谁叫你生病的？你太太生小孩找我，你儿子生病也要找我。 我不是你祖宗，问你妈的蛋！请老爷再帮一次忙，好不好？啊，不行，走，那就照老爷的意思，我就让母弟给你做抵押吧。嗯嗯嗯，哎，好，好，这够意思，来，先盖个章吧。啊。 Thank you.
两个好，连本带利，二亩地给我，还差我三两银子，三两银子就算了。我没钱拿了。哎，嘿嘿，这是你的事了，咱们两个的账啊，已经结清楚了啊，请你走路吧。老爷，请你帮帮忙吧。哎，少啰嗦，走，走啊，老爷，走啊，老爷，等我。 你没钱用了，啊，走，钱多的是，拿去。哦，快收下。哦，来，哎，好了，什么？哎，好了，好了。嗯，他妈的，你看看长得那脸倒霉相。嗯，皮包，我的钱呢？这不是你的钱啊？哎，不是我这儿的钱呢。你不是说给他的吗？ 给他！哎呦！怎么了，爹？你肚子疼？我肚子疼啊！这有药。哎，好啊！拿我的钱你去做人情啊！我非揍死你不可！你个……等……妈。嗯，儿子。 大哥，钱，爹只会要钱，不过人家死活了，我最讨厌爹这种行为了。大哥，你靠不住。大哥，大哥，你们两个人在发疯啊！ 哥，你打不过二哥的。他那么顽皮，连部长的儿子都敢打。哎，你弟弟顽皮，你也不应该出手打他。哎，哦，对不起，得罪了刑事大爷，请你多多原谅。哼。<笑> 你是我们中国人最讨厌的日本走狗，你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不服气啊？放开我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！<笑>
我只是想把你看在我的面上，不要介意。我知道你很为难，王成，这都是我哥哥不好，你能原谅他吗？ 知道，花子，你对我的一番情谊。不过，我总觉得我们之间未免太困难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会生长在这个家庭，而会爱上你？人为什么这么奇怪？不过。 告诉你，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，是真，我永远只爱你一个人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说话呀！ 相信我也把握把凶手抓到。你知道凶手是谁啊？昨天晚上我亲眼看见，王成在跟小姐弹琴。我认为王成很有嫌疑。报告部长，在凶案现场发现这顶帽子。 嗯，刑事组员王成，啊，上来，快把王成叫进来！是，部长，这就是证据，我想，一定是毕奸不遂，杀人灭口。嗯，报告。 王晨带来了，部长，这是你的帽子，想不到你敢做这种事，你喊什么王晨？部长，我做错了什么？哼，你装蒜，自己做了什么事情，自己心里明白。想不到你竟敢奸杀我的女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部长，我没有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啊！强辩。 拿下去！是，部长，我是冤枉的。部长，我是冤枉的。
二哥，你想想看，什么事啊？孩子的事，你一点都不关心，整天只想钱，钱鬼。啊？你骂我钱鬼啊？嘿，我想钱，孩子也被关起来了，我不想钱，孩子也出不来。嗯。二哥，好坏都是我们哥哥，你得想个办法嘛。 急什么？爹有的是办法。二哥，你还不到金属去，把我的孩子要回来，不然的话，我就跟你拼了。你有办法，你自己去，我不管。啊！哎呦喂！哎呦，没良心，还说这种话啊！孩子啊！ 你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二哥，你就跑一趟嘛。哎，你这个混账，竟想骗走我妹妹，还不承认？快说，你要说什么？你这个色狼，拿枪装在。 身为刑事，竟敢做出伤天害理的事，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，你不招，我要你给我招！哼，你打死我，我也不会承认。好小子，骨头真硬！快说，说说说！ 真相以前，我希望你把我哥哥放出来。嗯，要不然的话，可别怪我对你们无礼。
去抓一个王界都抓不到不重要的东西。嗨，王界那小子太厉害了。部长，我们派人把王健家的人抓来，我怕王健不乖乖地送上门来。好，武田，你马上派人到王家去。是。哎，过来过来，嗯，过来啊！干什么？嗯，我是心肠好啊，看你无聊啊，那，哎，谢谢啊，哎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怎么不行啊？嗯，皮包，你什么少啰嗦？我是刑事大爷。现在我是你的上司，皮包，凶手，你别急，马上就有你苦头吃了。他们要送你到府城去枪毙啊！枪毙啊！站好！嗯，怎么可以对上司无礼？嗯，是，马上把他押走。是。哎，稀客啊，里边坐，里边坐，不必啊，跟我到厅所去。就，哦，哎，是不是部长叫你们来请我去的呀？哈哈哈哈，好好好好好好。什么事啊？哎，部长请我到厅署去啊，啊，你看家啊。哎哎，走。哎哎，你乱来啊！你部长是我的老朋友哎，你敢对我无礼啊？嘿嘿，我告诉你们部长啊，你的脑袋要搬家，少啰嗦。请问，我丈夫他犯了什么罪呀？难道你不知道你儿子做了些什么事？哎，我儿子到底做了什么事呢？你儿子王晨奸杀部长的女儿。哎，我儿子没有那么大胆子，我不相信，信不信到警署就知道。哎，我不去，我儿子关我屁事！他妈的，什么东西嘛你们！快走，快快快！老头，我不去啊！老爹，叫你们部长来好了。爹，哎，他妈的，哎，就是叫我去也不能这个样子啊！咱们这是什么？安静。
组长。刑事组长，我也没有犯罪，你抓我来干嘛？喂。部长，这个事啊是我儿子做的，又不是我做的啊。咱们呢是好朋友。前两天你还到我家里吃饭哈、啊、我的做人呢你是知道的啊。少废话，武进，打架起来。是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爹，哎，轻一点。爹，我们是朋友啊！啊啊！哎呦，朋友！部长，我爹没有犯法，请你不要管他。哎呦，部长，求你，部长，我希望你能把你的儿子交出来，要不然拿10000两银子做保证金，啊？10000两？我没有钱，我没有钱。没有钱？休想回去！爹，你就拿10000两银子做保证金，免得你受罪呀、啊。没有，我情愿吃苦，我也不愿白损失我那宝贵的10000两银子。你交不出钱，那你就快把你儿子王健交出来。报告部长，王健把王成救走了。爹，混蛋，你怎么敢把你儿子混蛋。10000两银子我交。不行，拜拜。现在要3万两银子。没有关系了，3万就3。3万两银子，没问题，给他嘛。给谁呀、啊？爹，银子给谁呀、啊？给谁呀、啊？要给你，给谁呀、啊？老头啊，我们在商量，你何必生那么大的气呀、啊？啊，3万两银子不是偷来的，叫我怎么不心疼啊？啊！你说什么？钱呐、啊，是我的。可是我赚来的。是我的。我赚的。是我的。我赚的。我的。我赚的。我的。我赚的。是我的。我赚的。是我的。我赚的。是我的。孩子我要，钱我不要。钱我要，孩子我不要。孩子我要，钱我不要。钱我要，孩子我不要。孩子我要，钱我不要。钱我要，孩子我不要。娘，你们不要再吵了，我们就去投案。大哥、二哥，这怎么行呢？你们这一去，不是白白送命吗？妹妹，你不用担心。爹，娘，我们去了。爹，我们要走了。爹，娘，我希望你能从实的招认。如果你肯招认的话，我可以请求部长从轻发落。如果你聪明的话，我希望你能赶快的承认。办不到。我希望你们两个仔细的考虑一下。如果你们肯承认了，我可以请部长不要你们那3万两银子。想想吧。过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能不能先给我一个烟呢？他妈的，饭都没有得吃还想抽烟呢。你这个笨蛋，快来来。是组长，笨蛋。
承认了吗？少爷，我那两个儿子的事请多多帮忙啊。哎，我爹叫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你儿子奸杀我妹妹，要你付出赔偿金。啊，什么赔偿金呢？我那个3万两银子的保证金还没有拿回来，现在你们还要让我付赔偿金呢？哎，少爷，你听错了吧？少爷，请用茶。是你女儿啊？是的，是的。长得还不错嘛。过奖过奖。嗯，关于那3万两银子的事，嗯，包在我身上啊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谢。不过嗯，你要把你的女儿嫁给我啊。嫁给好啊，好极了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女儿要嫁给了他，我银子就可以回来了，我的儿子也回来了，更不着也攀上亲戚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什么老糊涂，把女儿嫁给他了以后，第一我们3万两银子的保证金可以拿回来了，第二我们的两个儿子也可以回来了。好好，哎，慧珍来，慧珍来，嘿嘿，好极了。慧珍呐，来来，慧珍呐，你的运气来了，以后啊你就是部长的儿媳妇了。哎哎，少爷在那边，赶快过去打个招呼。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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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他只是害羞。哎，老爸，你看怎么样？屁呀！娘。送东西来了，你急什么吗？什么？你想要叫你妹妹送东西啊？叫个鬼哟！你说什么？啊？难道我说错了？你妹妹死掉了吗？不是鬼，是什么？我妹妹怎么死的？我不知道啊。我妹妹怎么死的？我不相信。不相信。我怎么知道？你们不要胡说啊。什么胡说？你到我家去求婚，我答应你，可是我女儿不要，我女儿跑出去了，你在后面跟出去了，到现在我女儿死了，她不是你杀的，是谁杀的？是啊，部长，你要帮我做个主啊。
部长，你是明白事理的人，你儿子的所作所为你应该知道。事情明明是你做的，你难道没有一点人性吗？是啊，是啊，你乱讲，我就不放过你们。我嗨，谢三，嗨，部长，你有什么吩咐吗？慧珍小姐的命案，我命令你去查个明白。嘿，报组长，王建兄弟逃走了。我又不是凶手，你们抓我干什么？来，来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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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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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追过来了，啊！不要紧，你先到后面躲起来，他们由我来应付。快走。好。哎呦！刑事大爷，是什么事情？你们那么急呀？没关系。很巧，我正要找你。少爷，你找我干什么呢？你不在追凶犯吗？哎，凶犯往哪儿走了？凶犯已经往那儿跑了，你怎么还不去追啊？哦，你们还在干什么？还不快追？是是是。这是我表妹。我叫王健，不过人家都叫我皮豹。我叫王成，请多指教。皮豹。什么事啊？我表妹救了你，你怎么也不谢她嘛？谢谢。祝胆当。王建兄弟是真正的杀人凶犯，这么久了，他们还在逍遥法外，都是你们没有能禁止。再限你们三天，一定要再把他们抓到，否则的话，你们就不要再来见我。你们大家都听见了没有？我才不相信呢。你真的不相信啊？
其实我真的被你迷住了。嗯，你胡说。哼，我才不胡说呢。如果你真的不相信的话，那我可以发誓。嗯，现在你该相信了吧。骗你的，我才不喜欢你呢。哎呀，讨厌你，讨厌、哎、你、哎、你讨厌你。哎呀，你看，真的也没有骗你。你才骗我呢，讨厌，不跟你讲话了。哎哎，一棒，你跟我走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走嘛。我别棒，别棒，别棒。别怕，他们哥怎么了？他们追上来，走开！无仇的，你为什么找我？我是皮豹，哎，不是王成啊。你找错人了。皮豹啊，你不要怕，我不会害你的。怎么了？我，你不要再纠缠我了。你为什么老是跟着我？你嫌弃我？那我走好了。啊，你，哎。
救我，救我，救我！哎，怎么，你生我的气了？妹妹死得很冤枉，不错，我要替他们报仇。我的女儿和王慧珍有什么关系？部长，我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，下去。是部长。爹，凶案一定是王健他们兄弟做的，我要把他们全家干掉。上，你们到底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嗨，你别多说了，你哥哥是奸杀案的凶犯，你不要胡说，你还敢强辩？什么？真相未查明，请你们不要再逼我，我会把真凶手抓到的。上上上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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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走。皮豹，我正在找你呢。啊，找我什么事啊？你不是跟我表妹在一起吗？啊，你别瞎猜。怎么啦？打架。啊？跟谁打架？真奇怪，怎么一直有人要暗杀我们？哦，这说话不方便，我们回家去吧。好。哎，不，你们还是先到我表妹家躲一躲，我先回去帮你们打听打听。好，我走了。哎，小心点！不要这样子嘛，有话好讲啊，有话好讲，好讲了，好讲了，好好讲，好讲，有话好讲了。皮豹，你在想什么？你表姐去我们家那么久，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呢？哼，你对我表姐总是那么关心。翠花，话不能这么讲啊。哼，翠花。皮豹，皮豹，哦，哎，你怎么躲在这儿？怎么了？你们闹翻了？没有，皮豹，你还是快去找我表姐。对，我们走。走。皮豹。啊？啊？皮豹。真巧，把手举起来。过去，转身，走。你要把我们怎么样？把你们送到地狱门去。走。哎，嗯，嗯，皮豹，他杀死了你爹吗？我娘，啊，好，你往哪儿跑？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Yeah.
是的，别骗我，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。我，皮豹，上次我限你们三天把王建兄弟抓来，你们这些饭桶混蛋，最后一次，你们要是再抓不到的话，我把你们一个个都宰了喂狗。
让你说，还不说？我说，说，是西村刑事组长派我们来干掉你们的啊！西村，这。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不认识。好。那他就是帮凶之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哼，你心里明白。组长，他怎么处理？啊？吃苦头啊！住口！住啊！
Thank you.
这都是我害的。你不要伤心。我真不懂你表姐的意思。江林，你怎么了？江林，江林。皮包，江林为什么哭哭啼啼跑出去，理都不理我，最近是在搞什么鬼吗？Hey!
在这里，你想要吗？啊！什么话讲？求你饶了我的命吧，求求你！我问你，我妹妹是谁奸杀的？是我，是我奸杀的。那么部长的女儿呢？也是我奸杀的。好，现在你都承认了，提报，把他送到部长那儿去。大哥，这个由我来，你回去看看江陵去。好，这是干什么？不干什么。送个大礼物来。嗯，啊，什么礼物？你自己看，他就是奸杀案的凶手啊。是你
西村，哼，真的是他。哼，怎么，你还不相信？哎呦！曹伟，哎呦！Oh,
Thank you.
王坚，一切都是我的误会，请你原谅。哼，王坚。皮豹，我们找的你好苦啊！啊，找我干什么？西村呢？死了，死了。嗯，这就是犯罪人的下场。嗯，对了，没事了，我走了。皮豹，等等我。